是各位领任，各位贤贤，大家晚安。现在我们来诵《论语·学而篇》第一。公诵《论语·学而篇》第一。子曰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”有子曰：“其为人也孝悌。”而好犯上者贤矣，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谓之有也。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，孝悌也者，其为人之本矣。子曰：小言令色，鲜矣仁。曾子曰：吾日三省吾身，为人谋而不忠乎？与朋友交而不信乎？愿取君不失其心，亦可忠也。子曰：君子食无求薄，居无求安，敏于事，而慎于言，又有道而正焉，可谓好学也矣。子贡曰：贫而无谄，富而无骄，何如？子曰：可也。未若贫而乐，富而好利者。好礼者也。子贡曰：诗云：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，其师之谓与？子曰：是也。始可与言师已矣，抱诸往而知来者。子曰：不犯人之不己知，犯不知人也。公诵《论语·学而篇》第一、第二遍。曰：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有子曰：其为人也孝悌，而好犯上者贤矣，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谓之有也。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，孝悌也者，其为人之本与？子曰：小言令色，鲜矣仁。曾子曰：吾日三省吾身，为人谋而不忠乎？与朋友交而不信乎？反不习乎？子曰：道先生之果，立事而信，节用而爱人。哦，那叫犯爱众而亲仁，行有余力，则以学文。子夏曰：贤贤易射，是父母能竭其力，是君能治其
愿解愿。按不知人名。弟子绍长云，是女好仙女，愿将以身。
上诵经功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功转成，功转成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子女，恳叩请辞，恳叩请辞，弥勒祖师南海古佛，弥勒祖师南海古佛，济公活佛，业会菩萨，慈悲做主，慈悲做主，祈求战争止息，世界和平，祈求战争止息，世界和平，祈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祈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自守自达，圣持当得财纳。自所自导，圣时招格采纳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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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前前们一起诵经回向，晚安。晚安了，晚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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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全是晚安。点传师们晚安，晚安，领着们晚安。很优秀的全是晚安，晚安，晚安了。晚安，护天人慈悲，晚安，各位点传师慈悲，各位点传师，各位领任，各位护领任，各位组长，各位团主，各位讲师，各位全是们。大家晚安，大家晚安。海州前线晚安，杨前线晚安，刘前线晚安。